我觉得当兵本来就是要当一年呢、啊，当不当一年怎么叫当兵？笑死了，跟战斗营一样，笑死人了！谁规定的当初？哎，我们可以讲话了嘛，对不对？随便你们播播无所谓，过了50不怕得罪人。曾国城暂兵役延长，让儿子去操一操，四个月像战斗营，笑死人。我要去偷听。干嘛偷听呢？现在不是偷听，只是。这样讲就对了。其实长得很帅，感觉心浮气躁，现在就是比较稳重。曾国城成成哥13号难得合体儿子曾元德出席公益活动。17岁的儿子目前就读国际学校，向来啊是自由生的他，明年即将考大学，目标是去加拿大读电子相关科系。我觉得我要是他老师的话，我一定很头痛。他其实是一个很头痛的学生。比较文明的揍，保留他的四肢健全，不会体无完肤。曾经发现一只很漂亮的鞋拔断过了，哎呦，打到断掉了，其实打到左脚，我会闪，因为我以前很怕，然后我会拖，一直拖，你真的要打吗？你拜托不要打了，我们再聊吗？这样，然后就闪，所以我就打到左脚。据他妈妈，据他生母说，他有谈过恋爱。前年吧，那我说说，2021的事情，对，下一题。我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？我这个感觉这种太虚幻了，讲清楚点。长头发的、短头发的之类的，标准都是说给不喜欢的人听。标准都是说给不喜欢的人听。你不喜欢这个，这样没有感觉。用国语再讲一遍。气质才华比较重要，与其长得很漂亮，不如长得比较有气质。怎么样？想不到吧？他的回答精彩吗？不要得罪人。认识哪些也是新的女生吗？有啊，小珍的女儿啊，蛮熟的，蛮漂亮。还有佩珍的小孩，佩珍小孩太小了。小我彩虹姐女儿很漂亮啊。我认识我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他现在有喜欢的人没有？喜欢。对，我觉得他去操操很好啊，我希望他去操。我觉得当兵本来就是要当一年呢、啊，当不当一年怎么叫当兵？笑死了，跟战斗营一样，笑死人了！谁规定的当初？哎，我们可以讲话了嘛，对不对？随便你们播播无所谓。过了50不怕得罪人，可以从2年变成半年，变成不动不用半年。那以前当3年的都是白痴了，累死，当兵很累。我们以前，那现在又不累，还有温度太高不能操，不能操。打仗的时候有看天后的吗？40岁以上的都看了都会摇头。Oh my god， 对不对？40岁的，对不对？